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金靖。金靖，师承戚雅仙，曾主演过多部大戏。她嗓音纯美，音色醇厚，深沉含蓄，具有浓郁的戚派风格。今天，我为大家介绍的是越剧《白蛇传》中的河波，千年白蛇峨眉修。《白蛇传》呢，应该说是每个剧种、每个剧团，大多数都演出过。我们越剧七壁流派的《白蛇传》，之所以深得观众的欢迎，那是两位老师在唱腔上下了一定的功夫。戚雅仙老师呢，发扬了他个人唱腔特色的缘故，突出了一个文字，强化了一个唱字，体现了一个悲字。越剧河波是整个一个戏里面的重点唱腔，然后呢再加上艺术上的一些渲染，把整个的一个气氛达到了一个高潮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先为大家演唱这一段。
去，为了你杀生放肆到西昌，为了你什么金山发黑。为了你不听亲儿俩一劝，为了你断将俺把亲在演唱这一段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情绪啊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呢，白娘娘啊就是有非常多的感情包含在里面，一个是夫妻之情、母子之情、离别之情、悲痛之情和愤慨之情，因此我们在演唱这一段的时候呢，必须要带一个情字和一个刚字。有情生刚，刚中带情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先用月白念一遍。为妻子千年不如我梅秀，峨眉秀要注意读法啊，比较难。我梅秀，我梅秀。见红尘，愿立同赴下三洲。初相见，风雨同舟观情深。托众生，惜无花作寄鸾愁。以为是夫唱妇随共百年，就是共百年，我们要共百年，恰不了你黑风波情难守，你黑风波情难守，为了你新家立业开药铺，新家立业开药铺，那么我们药是牙，为了你新家立业开药铺，为了你断阳强饮永王句。那个强，我们这个念白呢，是戚雅仙老师他是读的是强，其实就是等于戚央强，那么我们就是读一个有一点拼音的这个字比较好听一点，可能是啊，那么我们要记住断阳强饮永王句。为了你杀生忘死到仙草，杀生忘死到仙草，为了你什么金山法海斗，法海斗这一句唱的时候呢，法海斗强调一点啊，大家就是指点一下，画一个三角，法海斗啊。为了你不听亲儿两意劝，劝这个字要读了好听啊，不劝的我们是劝啊，为了你断叫俺把
青儿吕。北方话是柳，我们是吕，吁，吕，这个给它的归韵要归好啊，这读法要读好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是用清唱为大家教唱这一段。啊，注意啊，我们要必须带着琴，一个琴字，一个刚字，啊，有琴生刚。是。刚才的那句叫白呢，应该说是他非常的痛苦，法海呢已经把那个金箔已经套在他的就是头上了，非常的难熬，非常的疼痛，但是他知道再不叫许郎和许郎说清理由的话，可能这一辈子都说不清了，所以他非常的着急，许郎，那把所有的一切力量全部要叫出来。为妻子，请你帮助我，妹婿，吉翁人，愿立同夫下。他在和许仙把所有的一切在告诉他，所以我们必须用一种温柔体贴让他能理解我的方式啊。三句初相见风雨冬最怪今生托众生西无化作起乱子。你还记着吗？我们当时这样的恩爱，这样的相拥在一起，在提醒他啊，就是在告诉他，让他回忆啊。以为是夫差夫妻共百年，恰不了孽黑风不尽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当时的海誓山盟，然后没想到会碰到现在这样的事情，我挺委屈的，这要告诉他啊。然后接下来是为了你六句，为了你是怎么一回事，他再一次跟他解释。然后我们唱的时候呢，不要很凶，用一种耐心和他唱啊。为了你新家里你开呀铺，为了你断呀强硬勇往去，为了你杀生忘死道心肠，为了你什么金山发黑对，这一句一定要是
发黑头，为了你不听亲儿俩一劝，为了你断将把亲儿你能理解吗？就是说，让他不要责备他，告诉他我因为是这样子，然后才是受到这样的委屈，因为我是为了一个求一个爱字啊。在唱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刚才也跟他说过，带很多的情字，母子之情、悲痛之情啊，就是愤慨之情。金老师您好，我们知道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小腔，那么戚派的小腔特点是什么？唱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？谢谢你。每个流派都有它的特点和特色。那么戚派呢，它是以哀怨凄美、悲苦；那么吕派呢，它是高昂、清丽、甜美。所以呢，演唱戚派的时候呢，尤其是小腔要注意一点，比如说，七你八祖我没事，后面一个小腔要注意，就韵味是很重要的，可以吗？谢谢金老师。我觉得戏曲演员在舞台上塑造美应该是很全方位的，包括声腔呀，然后扮相啊，服装各方面，然后包括口型。然后我和一些戏迷朋友在看戏啊，那时候感觉到就是好像戚派的演员，包括唱啊表演的时候，很容易口型不是很好看，好像是容易有点撇嘴的那种现象，是吗？所以我就想问一下静静老师，就是像在唱越剧，特别像唱戚派的时候，怎么样能够保持口型的比较美观一些？其实戚雅仙老师唱越剧的时候啊，她的口型是非常的漂亮的，非常的漂亮。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挺好的，因为老师以前也跟我说过，模仿那是最最基础，必须要模仿，然后要看你怎么搬，怎么搬到自己的东西，搬成自己的东西，不能死学，要活学。生搬硬套那是死路一条，所以呢，就你觉得不好看就改正它，你就可以用这种感觉去唱，拎起来唱，口型是拎起来唱，那是发声方法也是对了。谢谢金老师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想听听大家是怎样唱的。为了你心焦烈念黑呀扑，为了你断呀将英勇忘军，为了你杀生往事到心操，为了你什么金山发黑头。唱的应该说是越来越投入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唱啊，最主要是唱内心，把内心的感觉节奏稳定好了再唱感情，我想这一段唱腔应该会越唱越好。为了你心家里你开呀铺，
相思道，细唱为了你，什么金山发黑短，为了你不听青儿两一劝，为了你断桥岸把情发黑
为了你，心家里你开。